上周的周末回到了台北，对，要开始找工作了。洗了车，跟朋友吃饭，回学校拿东西给学弟后面试了。这周我面试了三家公司，后面两间没上了我就不说了。第一家面试当天就上了，薪水29,000。就在我犹豫要不要就这么去上班的同时，我朋友记得这间公司的评价，常态性加班，不给加班费。我知道，以我的个性，我会很干，非常的干，所以我就没去啦。